吃的盒饭，在广州15到20，这送菜都比你这个好。三个菜，你应该不会吧？自己做，有的时候自己懒得做呀。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出去做什么求生啊什么的？自己天天做饭会腻的，兄弟们，真的。偶尔也要下动馆子的吧。前一天他妈吃自己做的。天天吃这个自己老婆做的，吃多了会腻的，真的会腻的，是吗？偶尔换换口味啊。收拾东西啊，这一点我老婆比较厉害，她还可以收拾东西这一块确实还可以。一般都是他收拾，他不在家我就收拾。一般，但是一般都是他收拾的，不，100次我能收拾到1次，这就是娶老婆的好处，知道吧？你负责挣钱。他负责养你嘛，是吧？吃饱了。这小日子还可以嘛，是有简简单单的，把一餐吃掉了吧。筷子是我自己的，都不能丢的。哎，这个打包盒真的是，这个确实是一种很大的浪费。该说不说的，确实是，我都不要餐具，他妈还要给我配餐具的哦。我每次我点外卖在家里我都不要餐具的，他每次都会给我送，他妈的奇奇怪怪的，我操！我都上面都写的很清楚，我不要餐具，我不要餐具，他每次都会给我，就是只有上次只有一次。因为我家里有筷子啊，我自己的筷子，天天有吃，洗一下就好了，就没必要嘛，对吧？浪费啊！我每次都写的，不要餐具，不要餐具。他妈每次给我发来就是有餐具的，奇奇怪怪的，我都觉得听不懂人话。不丢掉吧，家里面放一大堆；丢掉吧，要弃之可惜啊，留之无用啊，真的是。怕差评，我上面写了，我不需要餐具。我都写了的呀。这。那对于他来说，一套餐具他也有成本的呀，对吧？他一套餐具可能也要，一套餐具要多少钱？5毛钱，要吗？应该要啊。那一个包装袋里面一张纸巾，一个勺子，塑料的勺子，一双筷子嘛，5毛钱最起码要的嘛，对吧？对于他来说省5毛钱啊。
饭后半支烟，赛过活神仙，一根抽不完。现在我今年突然一下子不知道为什么很想把这个东西戒了。我有的时候躺在床上很无聊的时候很想抽，然后我烟点上了以后就是抽两口我都不想抽。最近都闻到烟味我都有点开始慢慢的讨厌这个东西了。我感觉我应该快把烟应该能戒得掉，然后有这种想法了以后我这个胸口也不痛了。哇，我去年这里很痛，就是胸，不是心脏，是胸。今年不痛了，奇奇怪怪，戒不掉，戒得掉，我真戒得掉。我感觉我快了，我现在一天不直播时可能四五根都抽不到吧，直播就抽得多一点。直播聊天了有的时候无聊，比较无聊，然后就会抽一下。平时不直播我不抽的，我就是抽烟抽的。为什么说抽烟抽的哈？我这个从去年海南我不是回来嘛，海南做了两个月的节目，回到这个福建，回到福建玩了一个月，然后回到福建玩了一个月，然后就当时是刚好在福建嘛，玩了一个月嘞，他就小舅妈的这个叫什么，小舅妈的这个姑丈跟他这个叔叔啊，哇呀，就是很会抽烟的那种，一直给你发烟抽的那种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们很会抽烟啊，他姑丈一天两包断，然后你跟他坐下来，他就一直发给你抽，我就抽。然后身边呢，他的叔叔啊什么的，哥哥啊什么的，一见面就发烟，一见面，我可能一天一包多就抽。后来我就发现这个胸口就会痛了，但是不是很厉害，就是偶尔痛一下。他奶奶说我是伤病，他说我小的时候可能这里被伤到了或者怎么样，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，然后就给我吃那个田七粉，苦的要死。然后我就吃田七粉，吃完也没好。后来我就回来长沙，不是做直播嘛，然后跟张大龙、大嘴一起，那两个月，哇，每天喝酒、熬夜、抽烟，有的时候真的人很空，已经不行了。但直播播主没办法，就是他妈大嘴抽烟也很凶的，一天也最少两包，一根接一根，一根接一根，哎呦，我也就疯狂抽，抽到后来就很痛了。然后去年下半年我都很痛，后来不是那个网上看那个他说你撞墙嘛，用后背就会好一点，后来我撞墙他确实好了一点，但是一直有痛。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也有痛，然后现在慢慢的，我一回到这边长沙，我一个人的，就平时没有人给我发烟抽，我也不会给别人发烟，就实在想抽了，抽完饭了啊，抽个半根，对吧？抽半根我都是一根，基本上就是抽两口抽三口的，说的不好听点，大多数的烟都是找掉的嘛，就不怎么抽啊，就好了。现在我又不痛，我又不痛了。烟要少抽啊，兄弟们，这个东西真不是好东西。我跟你讲，就是酒可以喝一点啊，你说来作为一个男人一天在外面挣钱是吗，有压力啊，对，你说烟不抽酒不喝，真他妈一辈子活着都没有意义了，啊，烟反正是能不抽就不抽，少抽一点，啊，酒可以适当的喝一点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我不是时差导致，我那个胃痛，我不是胃痛，胸口痛就是抽烟抽的，我自己感觉得出来，刚好可能是疫情的时候这个打那个针，完了以后可能他们说很多人就会肺上面有一点那个。啊，对，那个最主要的还是烟，我感觉出来，我现在抽的少，我都一点都最近都好了呀，感觉整个人就是完全好了一样。大嘴一天抽三四包，他抽烟抽的很凶，我操，他不敢抽粗支的，我看他抽的细支的，但我从来不抽细支的烟，细支的烟没有劲，我尽量的在戒，尽量的在戒，不直播也就可能三四根吧，直播的时候就抽的稍微多一点，啊，加个两三根，是吧？两个小时一根，有的时候就这样。疫情那阵我就打了一，反正烟能不抽就少抽一点。这个东西真的，你们网上搜一下那个叫什么，抽烟的那个肺。
那肺他妈黑乎乎的，真的黑乎乎的，看着老他妈吓人了。我不知道我的肺是不是那样的，我这个也有可能是那样的。但是他们说能把烟戒了的人都是狠人啊。你心口痛是因为趴着睡压到手机充电器这里的硬物了？我不是心口痛，我是胸口胸，左心右肺嘛，我是指左边的右边的肺。抽一般不错，我这个烟灰缸里哈，我现在这个烟灰缸里的烟，全是烟头，全是这么长的，就等于说抽了这么点，这么点里面也就抽个三四口的，大多数的还是自己着掉的，不相信给你们看一下，全是这种的，你看，这样看，你看全是这么长的，根本一根抽不完。戒了也好，把这个东西赶紧戒了。我反正就是右边，右边绝对是肺，心是不可能，心在这边嘛，对吧？哎呀，2点钟了，我已经播了多少个小时了？昨天晚上12点钟播到2点钟，我操！妈的，就是一心没过，操，二心没过，没过就没过。这两天天天这么播，先这么播。下班了，下班了，兄弟们，播不住了，播的好久了，吃饱了想睡了，我这个时间有点空了，再上去玩一下手机，3点钟就睡着的，晚上又要睡到12点钟。戒烟有发胖，这样的，戒烟还会发胖吗？可能会有。下了，兄弟们。要睡一觉了，不行了，忍不住了。从昨天晚上12点钟播到今天了，2点了，绷不住了。好吧，你们再看看户外的别的主播，明天继续。拜拜，睡觉了。明天继续吹牛逼啊，大哥们。